我真的会爆哭的程度，被喜欢的偶像祝生日快乐会是什么感受？王源演唱会现场，粉丝举着源哥祝我生日快乐的手写牌，他真的在努力看清字板上的字，看清之后用手指了一下，还回头确认女孩有没有听到，而这一幕也被女孩记录了下来，隔着屏幕也能感受到她的激动。果然，一辈子有那么一个瞬间就够了。